大家好，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詹姆斯先生和伊芙琳女士合著的《对梦的阐释》。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梦见地狱。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地狱象征人们每天晚上都会在梦里去到的无意识领域。许多宗教传统都认为，地下世界是亡灵和部分神灵的居住之所。地下世界之所以被认为是死者的居住之所，大概是因为人类有土葬的习惯。但是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，古地中海诸国，如希伯来、希腊、罗马、美索不达米亚等，这些国家的人们眼中的地狱，并不是折磨、惩罚之所。地狱跟其相关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地狱可以通过某种通道到达。此类故事不胜枚举。那些英雄人物会进入地狱拯救自己的爱人，获得永生之法，或完成某项使命。现代人们则会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地狱，认为地狱是无意识领域的象征。荣格派心理分析学尤其持有这样的观点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，英雄进入地狱就跟我们进入睡梦一样，英雄从地狱出来，则像我们从睡梦中醒来一般。另外，许多人种志研究报告指出，许多文化都将睡眠梦同死亡联系起来。西方宗教传统认为，英雄式的地狱之旅通常是在梦境状态下发生。个体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埋葬着自己过去的地下世界。但是，过去跟死亡不同，会持续影响我们，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我们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其实，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过去复活的过程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仔细检查。事实上，深度心理学的治疗过程可以看成无意识转变成意识的过程，就像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进入地狱，将长时间埋葬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带到光明的世界。好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